在我正在拍这个最新专辑里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天涯歌女》。看了这个场景，会觉得这个发起这个思古幽情啊，啊，这个很奥妙。一个歌呢，它在一种它的这种摆设之下，就会衬托它那个年份的味道，啊，就有点那种很优雅的感觉。哎呀哎哎呀，郎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心，袈裟呀，专辑唱的是些有缘分的歌，所以我在唱这个歌的表情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一直认为啊，这些歌它曾经会流行，它就是一定有它的一个歌史。这个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如果唱的时候，好歌传唱的这种心情，绝对不能够添油加醋，把它改变成什么突然改变了 tempo， 或者是改变了整个的感觉。但是音乐上面来讲，以现在的这个所有的录音器材的技巧，也许是个专业人员，我想是会比往日来讲，在听觉上一定会加分的，更优美，那么更质感，朝这个方向可以去增加一些它的内容。那么在唱来讲，声音的部分，我个人就觉得要中规中矩，让大家听起来不要失去了它的原味音质。所以我都是还是在我记忆中去捕捉那种唱法。一个字该放在什么位置，就放在什么地方，啊，绝对不敢做一些，擅自做一些这个删改，所以听起来，一定会觉得，在这个诚恳当中呢，会透露出一种这个老歌原来的一种气息，一定会让你接受，尤其是心情宁静、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接受这些歌曲。说到这个歌，大家应该也蛮熟的，尤其是有点年纪的人。那这个歌其实熟悉度够，但是唱起来并不好唱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南方调子。黄梅调是最具代表的，这南方调子。松子观音堂中坐，金色鲤鱼一双双。哎，松子观音，哎，你会觉得它有那个押韵要放到后面。那南方调子就是绝对需要这样的转音，如果转得平的话啊，就这完全就是失去它的味道，索然无味。那么尤其这个天涯歌女啊，我唱一个没有转音的版了。天涯呀，海角，这是平的，假如加了转音呢，那就完全不一样，就有生命力了。天涯呀，海角，迷呀迷之音。哎，啊，刚才解说了一下南方调子，所以今天这首歌，啊，我想在这个 MV 里面会非常的让各位听完整张唱片会有跳出来的感觉。除了这个歌的转音有这些技巧之外，这个场景呢也非常符合那个感觉。我觉得这张专辑非常的每一首歌都耐人寻味。